从太空飞来的宇宙舱从哪里来？你们见过真实的赛文奥特曼妻子吗？ KK 见过，但仅仅是文章上见过。虽然她长得美若天仙，被称为女神奥特曼，但事实上赛文妻子原型是谁？好人还是坏人？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手工来把这个宇宙舱的女神奥特曼形态做出来。小伙曾经赛文和赛罗为了寻找漂移宇宙舱四处进入太空星球，这是为了什么？宇宙舱落地我们的面前，蓝色舱门打开了，神秘的女神奥特曼她究竟是谁？